6月29日，第22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初评活动在北京798艺术中心火热进行。经过专家评委的多轮筛选和审定，共有80位参赛选手的设计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。本届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将主题定为月潮，在音乐里，设计师是跃跃欲试的弄潮儿，服装设计中无穷的想象和无尽的可能在音乐中尽情展现。音乐与设计相结合，让我们玩乐弄潮。真维斯大赛我已经做了好几届评委了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次主题叫月潮嘛，就起码一点就是说看过四个赛区的所有的作品，就很明显的一点就比以往的要颜色要丰富，然后要潮流，然后就因为之前就会有一些什么黑白灰啊，或者一些土大地色土色，那种比较安静的设计，相对来说这次就特别少。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